干嘛了？我想换一个姐姐。他又早上起来自己睡不着觉你了？对。我小蛋，我不能抢你。然后昨天找完家人，我躺在长颈鹿这里，他一撞我的头就摔到地板上去了，然后他额头差点被说摔破。额头摔破啊？这里。那是后脑勺。后脑勺这里被摔破，然后呢？到今天都不想跟你说，他每次你已经说过他不能那个。踢影子部位，每次他现在什么东西啊？踢什么？不能踢影子部位，然后呢，他每次就惊了，每次打架的时候就要踢我的脸。我想他搞好以后踢了。他踢了好几次，都在小房间踢的，然后。是我上次讲好以后吧？对的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我讲完以后他还踢，不好。那你自己不会躲吗？我躲了，但是他跟我说一起转，所以我没有躲掉。阿哲，你进去。我问你啊，说实话啊，弟弟前面说，说什么？你听说什么？啊？说就行，你干什么？那你不要去影响他呀，你自己起来就自己起来呀，安安静静自己出去玩不就好了吗？讲了好几遍了，你不要影响他睡觉，听到了不啦？啊，知道吗？怎么样，第一件事情 OK 吧？处理满意吧？啊，好。第二件事情我跟你讲过了，男孩子什么地方最重要？好腿有什么地方吗？那你跟我打架为什么要踢他这个地方的？啊，那个踢我就算了，可以不啦？对吧？第三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哦，昨天晚上在地上玩，他头躺在长颈鹿上面，你为什么突然抽掉？我以为是他自己身体。你是故意的吗？不是。我说他不是故意的。不是，我身体在上面，我说我头，我没看到呀，我头是躺在他脚上的。你再说一遍，你看到了没有？没看到。你骗人！对，那是他的脚，他躺在上面。你不是故意的，你错了没？你把人家头摔这么痛，你错了没？错了没？我们现在错了没？错了对吧？啊？怎么样？现在事情都处理好了，可以吧？啊？那你还让姐姐离家出走吗？还让姐姐找一个新家吗？你还让姐姐找一个新家吗？姐姐现在还是不舍得的，对不对？自己的姐姐，对吧？她出去了以后，你会伤心吗？不要提这话题了，好吗？肉麻死了。